咻！哇塞哦！喵！喵！金汉喵！喵！金汉喵！阿辉，金汉，金汉嘞喵！不好意思，再来一次。认真点，预备起。喵。喵。喵。有够无聊。各位各位，我们今天要玩什么啊？啊，想到了，我们可以玩猫抓老鼠。猫抓老鼠。可是我从昨天到今天只吃了一根鱼骨头，没有力气玩猫抓老鼠了啦。哎，想起以前当家猫的时候，餐餐都有罐罐可以吃，主人还会陪我玩不同的玩具，好好哦，真羡慕。可是现在就只能天天坐在这里，看着路人走过来，走过去，又走过来，走过去。哎呦，大家振作一点啦！要相信生活中充满着美好。你们看，今天的月亮是不是又大又美？啊，那是路灯，是吗？没关系啦，生活就是要快乐一点，精神一点啦。那要怎么做呢？喵星人 KTV 时间。好嘞，那现在我们就来唱歌跳舞吧。OK， 我先来。撒娇的猫，喜欢喵喵喵喵喵喵喵。我是大肥猫，你是小花猫，我们一起喵喵喵喵喵。乖乖的猫，总是喵喵喵喵喵喵喵。超级爱耍宝，爱玩躲猫猫，心情嘻嘻喵喵喵喵喵。我最爱家。心情有没有比较好一点？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。大家注意，两点钟方向。这是哪里？我在哪里？家在哪里？我去看看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啊？你好，我是丁丁旺。你好，我是玲玲喵。你看起来很不开心耶。因为我跟小主人走散了。走散了？怎么会这样？都是我的错。一直叫
站。马路先生你别闹，我眼前都是星星，咻咻咻咻咻咻一直绕。别伤心，别难过了。跟主人出门啊，一定要把牵绳牵好，才不会走丢哦。没有错，也不能够太兴奋，乱车乱跑的哟。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那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找不到回家的路，就只好跟我们一起变成流浪小动物。这个大家庭，欢迎你加入。可是我想回家。哎呦，你别伤心，别难过了啦。一定有办法的。各位，你们觉得我画的怎么样啊？寻人启事。你什么时候画的啊？就在你们聊天的时候啊。哇，看你平常不爱讲话，没想到你想到的办法还不错哎。我们可以到处多贴几张，相信叮叮汪的小主人一定看得到。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那我们就这么办吧，我们一起帮叮叮汪找到最爱的家，大家一起开始工作。画得很好哎，我现在可以找到主人。叮叮，你在哪里？别担心，我们贴这么多张，你的小主人一定很快就会出现的。哎，这不是我们家丁丁吗？丁丁 ，Kiki， 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到处乱跑。没关系啦，我也有不对，下一次一定会牵好你的。哦，真是太感人了。谢谢你们的帮忙，不用客气，我会永远记得你们的。有空要记得回来找我们玩喽。那拜拜喽，拜拜，拜拜。喵，好羡慕哦。希望所有的流浪猫猫跟狗狗都可以找到他们最爱的家。爱他们就不要弃养他们哦。我很乖，欢迎领养。我也很乖，我也乖。先我，先我。
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，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已经快要完成喽。哇，可爱的长颈鹿完成了，长颈鹿的脖子好长好长哦。天竺鼠跳出来，圆圆脸颊摆呀摆，小朋友快点来跟他比比谁可爱。Hello， 小羚羊跳出来，长长双脚摆呀摆，小朋友快点来跟他比比谁厉害。大家来做好朋友，握握手 say hello。 鼠圆爱唱歌跳舞玩游戏，小浣熊跳出来，小小手掌摆呀摆，小朋友快点来跟他比比谁乖乖。大家好，梅花鹿跳出来，点点衣裳摆呀摆，小朋友快点来跟他比比谁最帅。大家来做好的小星星，大家来做好朋友，握握手 say hello。 鹿爷爱捉迷藏最开心，大家来做好朋友，握握手 say hello。 一起来保护动物学会爱，好脏哦！香蕉哥哥，你怎么拿那么多的垃圾啊？这个是要丢的垃圾啦。垃圾？这是一个礼拜的垃圾吗？才不是嘞，这是一整天的垃圾。啊，香蕉哥哥，那我觉得你一定没有做好垃圾分类，才会制造那么多的垃圾。有啊，我都有做好报纸的回收，还有吃完水果的果皮，我也有丢到厨余回收啊。是吗？那我来考考你。没问题，尽管考。我们吃剩的便当。吃剩的便当是剩菜剩饭，当然是厨余回收啊。那便当的纸盒呢？便当的纸盒。我们用不到的衣服、裤子，还有安全帽。这个也要回收。最后是我们平常买早餐买东西的塑胶袋。塑胶袋总算是垃圾了吧？ No， 塑胶袋洗干净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哦。我们垃圾分类呢又分为资源垃圾、一般垃圾还有厨余这三类，
那资源垃圾呢，又可以分为纸类、塑胶类、金属类、玻璃类，还有旧衣服，就连部分家电都可以回收的哦。看来我得回家好好研究一下这些分类了。加油加油，举手做环保是很简单的哦。哇，今天的宝贝大明星个个都是体能高手哎，不但身手矫健，柔软度还超高，还有超可爱的即兴演唱和那超有架势的跆拳道，让人看了目不转睛，太厉害了，赶快来欣赏一下吧。今天的宝贝大明星是哪个？真真大鱼。好，换英文。这位反应超快的小宝贝是孙尚瑜，个性开朗活泼的他是大家的开心果，他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？我 Amy， I'm banana， I'm antelope， Nice to meet you。 Oh no， 样样不是可以吃吗？我是 brother banana， 是 brother 不能吃。不行。听说你会唱很多种语言的歌曲，会唱国语歌吗？会。听到声音？会。会唱台语歌吗？会。会唱英文歌吗？会。谁教你唱的？老师。哇，所以你会唱很多种语言咯，是不是？请问孙尚瑜准备好了吗？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点歌曲喽。首先，我先考考英文歌曲。Spider，Spider，scary，scary。October，October，how funny，Ladybug，Ladybug，how good。哇，我好得意。哦，好多可爱的动物在里面了。那我换成国语歌。就送给你，哇，好厉害哦！啊，是这样子。想一想，开心。五加五就是看风景，六加六就是打电话给妈咪，妈咪我爱你。哇，心都融化了，马上越来越紧张的是台语歌。好多好多种语文不一样的哎，听说尚瑜还会有另外一项特殊的才艺是什么？跳舞，你可以先表演跳舞给我们看一下吗？可以吗？听说你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哥哥，他会表演什么？跆拳。那你说，那我们欢迎哥哥。欢迎哥哥。耶！哇，好帅气哦！你会表演跆拳道吗？是吗？真的。那我们看上期的跆拳表演。群小小芭蕾舞家，爱跳舞的他们，待会要用最柔软的舞姿为大家带来完美的演出哦。手牵手真开心，浪漫的不分离。
舞动的彩色棉花糖一样软软 QQ 的，最厉害的是可以立刻劈腿弯曲变身成天鹅，实在太强了。请问林米乐在哪里呢？声音好洪亮哦，这位超有自信的小宝贝是林米乐，娇小可爱的他练起跆拳道来气势可是完全不一样哦。马步正确，预备，一、二、好，正，一起预备，太极一张分解动作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好，正，退右脚，预备。下压一、二、三、翻脚、一、二、三、好，正，好，敬礼。接下来的重头戏是，进攻预备，正拳呢哈，好，起步。连续击破两个板子，米乐实在是太巧了。今天的表演好好看呢，有活泼生动的唱跳，还有跆拳好身手和肢体超柔软的小小芭蕾舞家，每一段表演都非常精彩，让人看得目不转睛，不得不大声地说，你们实在太棒了。跟着阿奇一起找球球吧。戴上球帽，拿好手套，约好朋友打球啦。哎，小棒球怎么不见了？快点到处找一找，快点找。我问爷爷还有奶奶，也问爸爸还有妈妈，球球哥哥拜托妹妹也找不到。叔叔伯伯姑姑阿姨堂哥堂姐表弟表妹巷口街坊隔壁邻居也找不到。球球球球不见，全家出动，屋顶也快要被掀掉。突然听见狗狗，它好像在偷笑，原来它真的。